这三万钱今日落大雨，因为受到方面的影响。啊，这台湾中部以北一个外岛的妈祖，起码讲有机会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。啊，伫关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，气象局会知已经改当作是一般性的低气压。受到方面接近的影响，气象局提醒，十八号中部以北地区天气无啥稳定，过道以后的雷阵雨雨势会较明显。山区北部佮东北部地区嘛是主要落雨地区。这波是滞留方面，气象局表示，伫八月并无定看到，但过去有发生过。另外，外岛地区的妈祖嘛还特别注意强降雨。啊，妈祖今天有可能出现一些短时的强降雨啊，就短延时的强降雨，而且有可能比较大雨势出现的机会。在关岛附近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，气象局在下午八点改降成一般性低气压，也表示形成风台机会大大降低。伊会继续往台湾南边、佮琉球附近海域来耍动，是不是有可能再度发展，需要继续观察。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呢，还要再持续的观察。那也请大家留心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。气象局表示，风面大约是影响两天，离礼拜五就慢慢啊离开，恢复到较稳定，侪分到好天，有西北雨的天气形态。记者林明丹、张辉台北报道。